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香港青年协会赛马会西贡户外训练营。营地坐落在有香港后花园之称的西贡，包围着我们的是珍贵的红树林湿地。这个独特的生态环境孕育了各式各样的生物，包括弹头鱼和招潮蟹，还不时吸引各种候鸟停留休息。营地入面种植了很多不同品种的花草树木，有棕榈树、桂花树、白兰花树和红枫等等，还有列为国家级保护的树种土沉香。因为我们注重绿化和生态保育，希望大家尽可能吃光我们为大家准备好的食物，减少浪费和污染。如果真的吃剩了的话，我们会利用营内的厨余机将厨余转化成肥料，再度投放在大自然，令绿色环境可持续发展。同时营地严禁吸烟，除了膳食大楼之外，所有室内地方都禁止饮食。仍有请保持地方清洁，将垃圾放入垃圾桶，可以循环再造的就分类放入回收箱。希望大家可以将绿色环保的生活态度带到日常生活，为我们美好的环境尽一分力。接住落嚟，等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营地。营地依山沿海而建，大概可以分为五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综合大楼，第二部分是康体大楼，第三部分是膳食大楼，第四部分是水上活动的地方，最后就是客房区。这里是综合大楼，顶层是互动教室，综合大楼外面是烧烤场。这里是康体大楼，上层是体育馆，中层是接待处，仍有经过的时候请保持安静，因为里面就是办公室。接待处右手边推开玻璃门就是读书廊，仍有可以在这里看书或者上网，而读书廊再过就是演艺厅。康体大楼的底层是会议室、活动室和一些康乐设施，仍有可以免费借用篮球、羽毛球、乒乓球、康乐棋和足球机。所有康乐用品都只可以借出一个钟，要找负责人去接待处才可以借到。康体大楼三层都设有洗手间。这里是膳食大楼，楼高两层，采用了简约而且采光度高的设计。底层是闲聚天地，这里特设舒适梳化、电视和体感游戏。宽敞的空间可以给团体租用作小组游戏或者联欢会，是大家联谊的好地方。这个地方是纪念品店，大家除了可以在这里租用体感游戏，还可以买到日用品和很多得意的东西，例如防水袋、泳衣、有机食品、蔬菜种子、香草包、小盆栽和明信片。大家不妨考虑一下寄一张明信片给家人和朋友，跟他们分享一下这里这么漂亮的风景。闲聚天地旁边是咖啡室，提供了即磨咖啡和中西式茶点轻食。上一层是餐厅，仍有记得入去之前望下入口的电视，上面会显示各团体的台号，跟返海号入座就得了。我们吃饭的时间是午餐中午1:15，晚餐晚上7:00，全部吃饭时间都是45分钟，记得准时来吃饭啦。再次提提大家要珍惜食物，不要浪费。如果吃不完的话，请将吃剩了的食物放入桌底的厨余回收桶，我们会一并收集，然后送去厨余机处理。餐厅上层是空中花园，仍有可以在这里饱览附近的美丽景色，但是千万不要擒栏杆。天台后面是上落客区，如果大家坐旅游巴的话就可以在这里上车了。至于洗手间就在餐厅和咖啡室的正门口右手边。膳食大楼前面的就是游泳池，一般的开放时间由早上9:00到黄昏6:00，中午1:00到2:00休息，暑假期间晚上7:00到9:00亦都会开放，开放时会有救生员当值。
泳池下层是更衣室，再内一层是水上活动的地方。码头有一条下水道，仍有切勿擅自超越黄线，仍不要擒栏杆，以免发生意外。最后一题， WiFi 已经覆盖全营，你可以在营地每一个角落和屋企人朋友保持联系，但是不要一路行一路玩手机，而且要浏览主题健康的网站。大家只需要在连线后看清楚相关条款，没问题的话按同意就可以上网了。营地就介绍住这么多先，如果有问题可以去接待处找我们的职员帮手。我们的办公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10点，祝大家在营地有个愉快的回忆。